嫂子她做的面包也是这样，我伦敦没啦，我有些人很喜欢吃，比较嚼劲，对不对？嘿，这是黏黏的，我妈觉得好像 QQ 的，像那种年糕的感觉，它就有咬劲啊！我唔知讲这是唔是台湾小麦粉啊，很好吃，很 Q， 非常的 Q。哎，没有味道，但是我们这个年纪都取向健康的，可能还是要看价格。可是它如果真的成分到这么单纯的话，如果又健康，就会考虑。真的，我去面包店，我也是买欧式面包居多。很有嚼劲啊！你有较介意食国外的胖无？我喜欢吃哦。无咧食胖诶。我比较扎实，然后咬下去的时候会比较像有咬到那种面团的感觉。嗯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哦。我的面包比较硬硬的。很多较重重甜味。哦。也有一个甜味。台湾的吃起来，其实你大概三五口，你稍微就是咬个几下，其实那一块面包就没了。但你可能还觉得有点饿，因为其实都是空气居多。那这种的面包，它就我讲的很扎实，那你会在你嘴巴停留的时间比较久，所以我觉得吃起来比较像是面包。零到十分，你给几分？应该要7.5吧，可能大概8分。哦。如果以健康度的话，它已经是9分了。我喜欢，我个人，我喜欢。你喜欢台湾的面包？妹妹喜欢这个面包。哦，那妈妈喜欢？妈妈两个都喜欢。